广东现在几点了？我算算，7:51。7:51。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啊！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吃什么？臭冰。对，哦，好臭哦！你有没有闻到好臭的味道？那边有臭豆腐的摊子，很久没看到了。只看得懂一个字，在那有个人。什么人？哪里？地上的人行道啊。等一下，好热，我们又要去吃刨冰了。我们上一次吃，上一次吃没有几天前而已啊。然后就今天特别热。上次就踩草莓就吃的。没有啦，前几天前上个礼拜吧，上礼拜才吃的。火车来了，快到了。对，火车在前面。这个车不是是电车。是电车。是最前的。啊，先上去吧。刚刚你会在空中。嗯。飞起来了。这里有，这里有猫，这家店老板有养猫。然后前面的彩券行有养鸟，就是我们常常走都记得了。什么东西？那个是养兔。本来是养兔子，对，兔子不见了。对，有养鸟。那鸟呢？鸟在睡觉。我在睡觉。没有吗？还在看鲁鲁。好，我们去点吧，有人在点。我还是要点。好，你要加料吗？妈妈就豆花，黑糖青豆花就好。我还是要芋。好，我们要排队啊，等一下。先洗手好了，来，我们俩先洗手好了。你要吃我这个姐姐是吗？啊，妈妈不加料，我帮你们点就好了。你好，芋圆薏仁花豆，然后彤彤不要乱跑，来，你先去做好了。然后你要野果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坐哪里？坐最里面了，坐最里面。我们一个黑糖心动花，一个刨冰。芋头花生，然后百香果冻跟爱玉。啊，最后一个就是帮我用小朋友他自己的那个小碗装一个野果给他，谢谢。这样就五样了哈，好，谢谢。有，大家等一下。这是妈妈，这是妈妈的。两汤匙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。好，妈妈再给多一点碎冰块，谢谢。那我来发两个汤匙吧。这可以给你。等一下哦，汤匙来了，等一下我拿卫生纸。等一下你手，我这个汤匙的。这支冰可以。来，举手吧。好，谢谢，帮我放在我的卫生纸上。然后这个变白，然后下面变色。换我去洗手，你们两个先吃。需要黑糖，爸爸，妈妈帮我挖一点黑糖。好，你帮，你先挖我的，我的黑糖比较多。我先把这个shorty接起来，我再去洗手。突然，我们来了之后，突然人变好多。
我们运气还不错。对啊，我们前面只有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买了几碗，你知道？他买了4碗还是5碗？他那个袋子，袋子拉的好高。5碗。这个店，你有看到哈？他拉了5碗。他的那个袋子好长，对不对？5碗，因为一个袋子只能装4个，然后他就5碗。两个袋子哈，表示他们家有5个人外带回去吃的。我歇一下这个脚架，我去洗手。饮料是他们家。饮料他们家也是5个人哦。你抱他们的料。他身体有好一点了吗？没跟你讲，你们自己观察，对啊，观察自己的老师啊。那我去洗澡。对啊，我们运气很好。对，我们运气很好，要不然我们就是第9个了。对啊，外面的人突然好多，超过8个人在排，偷偷转过去一下，超过一排排过去，排到马路上，排到马路上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只差1分钟，我们可能就是排到的第9个了。我们刚好运气不错，刚好7:59。对啊，7:08了。我刚刚就觉得奇怪，这么热的天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差冰店人这么少？原来只是我们运气好，不用奇怪。要不然我们可能现在还在排队。紫色的果。对啊，我给你芋头。没有料，我只有料来了，我慢慢挖。我的料都在下面啊，我慢慢挖给你。那么高，怎么可能会倒啊？我帮你补充料。今天早上妈妈很懂你，因为妈妈。就是我们走了，他还在家里嘛。我回家之后看到他在吃蛋饼，我就问他妈妈说：“妈妈知不知道彤彤为什么早上苦瓜脸？”妈妈都没看到你哦，可是妈妈就知道了。因为他想第一个出现学习。对啊，妈妈知道，妈妈好了解你哦。我只是跟妈妈说彤彤早上苦瓜脸，然后妈妈就说她知道为什么。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。我听了。你们新的学习是到底是什么？你们班新的学习区到底是什么？点心区。点心呢？唱歌跳舞。哎，百香果。唱歌跳舞。看起来好玩吗？有2个名额。只有2个也太少了吧。一群小孩唱歌跳舞就有了。小时数会慢慢增加。那明天我提早5分钟叫你，好不好？我一说要洗脸完就直接叫。不是啊，其实我叫你直接起来就好，也不用提早啊，你不用在那边听一首歌缓冲，我一叫你就咚就马上弹起来就好了。没办法。没办法，就是要缓冲。5点叫你。对，那也缓冲太久了，5点缓冲到7点。我就在门口，然后抱着睡袋，然后就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不用缓冲那么久了，我要选学习区。”好像夜排有没有？我6点就把你放在那个学校门口，很像去买那个动物之森 Switch 一样，前一天在那边排队。前一天晚上就在那边站。对啊，真的很疯狂哦，那天买动物之森 Switch 的，但是爱买不是。家乐福不今天早上开吗？也是当你到底怎么灵通？有狗，有狗，对，他在门口，他没有过来这里，没关系。有些人的狗狗是他的家人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门口，他没有到，没有靠，离你很远，你不要紧张。有人的狗狗是他的家人，有人的狗狗是他的小孩。姑奶奶以前就这样子啊。
温乃菁就把小狗当他的儿子。妈妈是不是也是？阿嬷是不是也是？也是把那个 Goody Dory 当小孩。爸爸那个 QQ 走了，爸爸就说真的不能养有生命的东西。真的把他当小孩啊？他们有？到底走啊？对啊，就死掉了。有帮他办葬礼什么的吗？妈妈死了，小孩还在。对啊。他们是，不是有说什么会把他种在树下什么的？摆在树下，树葬。料，因为我今天其实点的料都是那种很清爽的，我点爱玉、百香果冻，然后花生、土豆啊，跟芋头，就这样，都是看起来很透明的。爱玉跟百香果冻看起来都是透明的、啊，然后花生也是白色的。我没有点那种吃起来很甜的。你这里有哪一种很甜？百香果冻给你。野果。野果是你点的、啊，我就说我不想要野果啊。我如果你不要野果，我就会再点个仙草。全部都是很清爽的。哇，外面排到马路上面了，有人都排到马路上了。但我也是刷冰很危险。所以我们运气很好。我们刚如果多等一个红绿灯，或是稍微走慢一点，现在就是我们在马路上等。你是什么演的？早上我想到一句话，我今天在打那个，我刚刚在想那个标题啊，恐龙吃早餐的标题，就是恐龙苦瓜脸嘛。我想到一个很贴切的，就是彤彤心里苦，但是彤彤不说，彤彤心里苦，但彤彤不说，都不说，然后我们大人没有察觉，你就闷着，你又不会自己主动说。对不对？彤彤心里苦，鞋子掉了，穿好吧。短短脚，那你就站着啊，站着穿。为什么会掉？穿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会掉？妈妈在救你。好，你踩到那个板木头上面，吃冰吃到鞋子掉了。好了，我就拍到这边了，我们继续吃，拜拜。拜拜妈妈，拜拜大家，拜拜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乐，拜拜。我们这样子吃80块，哎，才80耶，照片50，豆花30，80。